不行，这交个钱还争个第一第二的，这先叫谁后叫谁，这容易摊上事儿。我有办法。哎，王大北，出来！行了行了，出来吧，交物业费了。干什么？地震了这是？不是，你说你这个……别说话，别说话啊！我知道你俩要问啥，我告诉你，刚才我可是站在中间啊，不靠这边也不靠这边，我是同时敲的你俩的门，我同时，街坊邻居们，对不对？你刚才啊，站到这儿，对，你等会儿，你把手伸开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就知道你俩要问这种问题。我是谁？我给你俩演一遍。我刚才是这个造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俩闪开，往后退。你这样，我说这样，来演他走。完了，我说黄大美出来交物业费，是不是这样？我都佩服我这个智商。拿钥匙开一下门吧。没带。赵刚子，你把我的门也锁上了。拿钥匙开一下门。没带。物业费就是不交了，明天交吧，不要紧，不着急。我去给你俩找那个开锁公司开一开锁公司。等开锁公司来，我黄花菜都凉了。你知道我干嘛吗？我早跟你说了，我在看女足亚洲杯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比赛还剩十分钟了，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，这万一因为我没有看球，中国队输了，这责任你负啊？你负得起吗？你拉倒！我告诉你，就今天，就因为我没看球，中国队输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物业费我就不交了，明年的我都不交了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那万一要是中国队赢了呢？赢了我就交。明年的我都交上，中国队必须赢，必须赢。你说赢就赢啊？对呀，咋赢啊？怎么赢啊？中国足球是吧？啊。哎呀，小伙，中国女足是吧？啊。那物业费交的可能性非常大，肯定交。你说，怎么赢？对呀。怎么赢？现在肯定直播呢，不是？啊。那肯定是这样。中国女足怎么了？中国女足对，最后十分钟了。那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团队，受过无数的奖，拿过无数的好名次，那是个团结的战斗的集体，铿锵玫瑰，都交物业费。是吗？你个物业费，你这是物业费，我就问你咋赢？怎么赢的？现在场上比分，你这是怎么赢的？怎么赢？这会儿肯定是中国队发起了一轮进攻啊！守门员传给了左后卫啊，左后卫传给了右后卫，右后卫传给了中后卫，中后卫倒给了左中场，左中场倒给了右中场，中场倒给了前锋，前锋就开始过人，过一个，过两个，过三个，过四个，过五个，过六个，过七个，过八个，过九个，过十个，全都过了。中国十一个队员就围着对方守门员在那玩球。哎呀，你说太残忍了！射门呢？不行，射之前得问问那个守门员。问啥呀？嘿，交物业费了没有？你说说你早说，你早说，我们带个手机出来行不行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都交了物费，就你俩没交物业费。你说你怎么不能？你怎么知道我没交物业费？就是，你凭什么说我没交物业费？你小黄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咱就讲个理。你要交的话，大晚上我还能来收吗？你刚才在你锁我们之前，我已经微信转账给你了。就你刚才在这跟我说是交物业费，交物业费，夸我美那点那时候，我已经第一时间微信转给你了。手机，哎呀，不是你俩这干啥？你俩交了你就告诉我不就完了吗？你这不逗我玩吗？你是把门还给关上了？这太有理了！哎呦，我跟你说哈，你看你带谁呀？赵刚子，就你这智商都已经欠费了，你还来收费呢？赵刚子，就你俩，你俩就是俩奇葩呀！谁奇葩？不是，对不起，玫瑰。啊？不行，你俩坑死我得了。早知道今天你这么欠，把我门给我关上，我出门以前我就把手机带出来了。对呀，我们带个手机，我们看个直播也行。我还能看一会儿，要不然上台上哪找手机？手机，手机，赵刚子，赶紧，你快点，快，
用四季呀。啊！我这月流量可不够了。你钻钱眼里了，赶紧的！赵刚子，想想明年的物业费。消费，靠消费。看见了吧，路窄不一定是冤家，就怕碰见俩奇葩。